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Nina。 今天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湾花果山野门警卫社区 Reserve 小区的 Verdi 这一个小区的样板房二号。样板房二号呢是2348尺，四房三卫。那它这个小区的两种户型呢，就是二跟一，最主要的区别是一号户型它的主卧在一楼，二号户型呢主卧在二楼，这个呢看您的喜好了。并且呢，二号户型还出了一个 RX 户型，可以做到楼上楼下双主卧的设计。那目前呢，二号户型是有现房打折扣的现房可以选择的，它的售价非常的好，仅售1249000。那这个呢，包含很多的建商升级，包括实木地板，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 deal。 那这边的学区呢是9分9分和10分，是尔湾学区北木高中，尔湾第一名的高中。那么这边的地税呢大概是1.4左右，物业费呢是299块钱。这个小区呢它离 Reserve 的会所非常的近，是泳池山景会所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快走起吧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erdy 户型二样板房的参观视频。记得哦，这个样板房呢很快也会推出了，所以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排队。那么二户型呢，现在是有三栋可以配 move in 的现房可以选择的，并且价钱呢都是折扣惊喜价哦，还包含多项的建商升级，包括实木地板等等。那么七房的交房呢是2021年的年初左右，你可以参与选择自己想要的设计。那如果喜欢这边的话，要尽早联系我哦，毕竟这边离会所近，绿化好，学区优良，小区又安全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帮我点个赞吧。还没关注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每天呢为您更新各种各样的南家房产信息和资讯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